上重要的，水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比黄金还珍贵。政府嘛，都要赔了款。未来某个时段，可能用水会吃紧，水源都被科学机拿去了。你们的工业用水是排第四啊！每一次谈判就是把农地卖掉，把水卖掉。工厂若拍这拢偷藏海，丢了就该讲规个拢乌以为了，拢无水啦。抢水啊，会出治安的问题啊。